女生对你有好感会怎么做？选择好女生能少浪费很多时间，避免很多没必要的付出。这期视频呢，就教你们怎么看哪个女生有好感。前期呢，不用付出那么多东西，先考察一下这个人。怎么考察呢？从四个方面入手。第一，坚持聊天一星期，对方一直冷淡，不会延续话题或者主动找话题，也不会主动找你。第二，邀约两次或者以上，每次啊他都有理由拒绝，不是今天加班就是有事儿，反正啊他就是约不出来。第三，已经约会两三次以上了，有说有笑，氛围都挺好的，但是想稍微靠近一点，增加点肢体接触，他就逃避。第四，每次出门都是男生花钱，对方就连做做样子都不愿意，或者啊也不会想到 AA。 如果这四点中了两点以上，这个女生就可以先放一放了。只要坚持用这四个原则看女生啊，很容易就能找到人品好、家教好、对你也好的女生。还有什么想学的吗？私信我扣一，我来教你。